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又要去巴比伦布给加利尔。这里是巴比伦最大的 main entrance， 所以你会看到一只鸡。今天刚好我们来到的是节庆 Happy Deepavali， 这张图画是非常壮观，有五颜六色的米把它拼图起来。好，现在接近 lunch 的时间，我们去找一些东西吃吧。我们来到这一间光华冰室，听说它已经有60年的历史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吃到当时的古早味。这里都是我们本地马来西亚人喜欢吃的道地食物。这一碗就是福州一碗，还有我最爱吃的战队来了。这一碟看起来是黑饼，不过它没有黑，它放加工。他的咖喱鸡还有他的福建米都很好吃。来我给我吃了。吃饱过后，当然想走一走啦。突然间，我们看到一堆人在排队，被吸引的，原来他们都是要进去鸟屋书店。而且听说这一间书店是全马最高级的书店，好，我们就进去看它有多高级。哇，果然很 atas 一下，应有尽有，什么都有。
好，这视频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Like and Share， 拜拜。